哇，买了个大榴莲，看看能拆是几方啊？啥那边有空的呢？咋？这个在这儿呢。哇，这方肉好大呀！看看有几个。哎呀妈呀，这怎么拿不出来了？尖儿真馋。哎呀呀呀！一方。你整个手套戴呀。那小的不要了。要，等会儿。两方。一到这个季节啊，就得意这一口，就得意这个味儿，他们。三方，我去。哎呦，肉是不小。哇，这方更大，一二三四方，这是亏了还是赚了，媳妇儿？赚了，但感觉有点生啊。还有一个，哇，这个榴莲真行哎！开吃吧，姐，来吧。榴莲配泡菜，嗯，你们俩能不能干啥呢？嗯。你这是后面老太太搁这馋的，也不招呼人家。妈，你过来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哎呦，你得主动点嘛！你这不主动了，过来一会儿让他们姐俩都吃没了。等一下。嗯、老太太带着这俩姑娘。一个榴莲，这口有点小啊，大一口，把胡儿吃的。